其实我的声音真的就是，但这也是一种特色。对啊，对，但是我觉得特色的东西就是我们觉得是特色就是特色，哦、但是当观众觉得不觉得是特色，就觉得好吵好烦，然后其实就连我不会，不会吗？就是要让大家继续觉得好吵好烦。会啦，不是啦，你却有抽高抽视率啊？对啊，对对对，抽视率会长在他身上。对啊，就很好笑、啊。对啊，事业线还蛮好的。对对对，压在我爱黑社会是他的，哎、欸，没有没有，很多人。其实你带着的话是很有型的一个女孩子。哎，我要框架。不爱我，框架。知道是谁了？哎，知道了，在我爱黑社会啊，乔欣，宪哥好。哎，你好，看点好。你露露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黄乔欣。乔欣好。耶、yeah.。你这一路走来分享一下哦，我今天其实我今天我才发现，原来黑社会是已经是16年前的一个，有这么久哦，2005对，2005年的岁月逼人呐，开播，对，然后2005年8月开播，然后我10月就在了，所以我算超级元老，大元老，对，我是超级元老，对，那因为其实以前我觉得我们黑社会那个时候算是竞争非常激烈，那个时候还蛮辛苦的，是因为其实女生就会有那种小圈圈嘛，对，那大家就会觉得说，你唱歌那么难听啊，你也不会跳舞，凭什么每次都叫你下去啊？但你却有收高抽视率啊！对对对对，收视率会长在他身上，真的，对啊，就很好笑，对啊，事业线还蛮好的，对对，压在上面。哪有？有时候过去看他们那个画，那个收视率几分钟几分钟高点，可能是写摇摇跌倒吃沙之类的，就是那种。那也是你是高点。我真的觉得我遇到过一个就是还蛮扯的一个事情，我觉得哇，这演艺圈怎么会这么可怕？就是因为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嘛。我没有经纪人嘛，所以一直以来我基本上我只要是就是内地的活动，我基本上我都是自己一个人去的。所以他超厉害，这么危险，很早的时候就去了。对对，我都是客家本色，真的是客家本色，没有合约，没有经纪人，你也没有合约。但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们就是互相信任嘛，因为演艺圈就是一个大家庭，就是你们需要我，我也需要你们，互相帮助这样。所以我就因此犯了一个错。有一次呢，其实。这个活动也是有点诡异，想要找我去商演唱歌，找你去唱歌，唱歌这就已经不对了嘛，你有戏有心了吧？对呀、啊，这应该是诈骗吧？这绝对是诈骗，你怎么会相信自己？全国粉丝看过你唱歌，那找你去鬼屋剪彩都还有可能，剪彩就算了，剪彩还有可能，剪彩有可能吗？剪彩。其实那个时候我刚好在内地有一档节目，就是主要是有一支的，然后有会唱歌的，有一档节目在那边，对，所以在那个时候那边也还挺火红的，然后就是说啊，这个女生的特色就是唱歌之难听这样子，然后重点是他就跟我切了时间，切了时间之后他又找他的特助，就是可能就是先打款给我，跟你讲那天超夸张的，就是因为。我在台湾嘛，所以他们可能打钱给我，他们就可能就直接用翻拍的，对，就代表说钱有进来，然后就传了一个截图给我，我看就是哦，钱有进来了，翻拍的，对，翻拍的，因为我想说，我就相信他，因为我相信他不会骗我，因为我们不就是这样子吗？然后我看了，我相信了之后，我也把我的那个什么，就是护照那些给了他，他就帮我，他就请那个谁帮我订了机票这样子。因为他那时候跟我切3天，一天去一天活动，然后一天回嘛，我3天工都推掉了。我到了机场，我推着行李，我就拿我的那个章过去给他。重点是那时候我还找了我哥一起当我的助理，哎呦，所以他等于是订了2张机票哦，两个一起去了。因为这个不是录影嘛，我想说就是商业，我必须找个人嘛，这样比较安全。录影没关系，我自己去。到那边，哎，真的，我就把我的护照给他们看了一下，说，哎，黄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这边没有你的定位，没有你的定位资讯。我说不可能，一定有，因为我刚刚去问他打电话，重点是我就立刻微信的电话打给他，死不接，他也没封锁我，这到底要干嘛？那钱呢？诈骗？钱是真的吗？所以根本没有钱，应该是根本没有。那你没有确认，你没有确认，不是有截图吗？对，有截图，但是因为我通常的习惯。哎，像这样讲有点，大家就发现我通常的习惯就是，我相信他之后，我到了内地之后，可能在北京，我再直接去刷我的本子。哦，你不会上网先查好？对，因为我没有开通网银。糟糕了！天哪，你母汤安内啦！但我在想，合约要签，钱要拿到了，学一次乖啦，学一次乖，对，放下，放下。怪人太多了，我们都说破给你。哦，对，这个我也很痛苦哎，因为其实我的声音真的就是，但这也是一种特色。对啊，对，但是我觉得特色的东西就是我们觉得是特色就是特色，但是当观众觉得
不觉得是特色，就觉得好吵好烦。然后其实就连我不会，不会吗？就是要让大家继续觉得好吵。会了，不是吧？就会鼓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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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太直接太直接，不要这样，一点点。因为我的声音的关系，其实我之前也有想过这个问题，所以呢，我那个时候有人跟我讲说，你的声音就是。很破，有可能是一个原因，是你的耳朵有问题哦，所以你可能有些音或者是什么发不出去哦。对，检查过要开刀，检查过了，我就去台湾音乐检，音乐检查真的去检查。然后你知道那怎么检查吗？那个进去，他给你到一个那个房间里面，他说你听到声音就按，然后听到声音就按，有时候会有一些很细微的声音，按按按按按，按完了之后出来之后，医生讲说你的听力非常正确啊，哦，没问题的。对啊，没有问题啊，是没有问题。然后就觉得这就是天生的，就是没办法改变。可是因为声音这样，感觉好像想要演戏又比较想要先进一下啦。对，你今天刚好是问到人了。我跟你讲，问别人他讲不出那么骨髓里面的事。恭喜各位啊！我告诉你，人家说你声音有问题，你反而要反其道而行。哦，人家说你这个有，我就往这里来做。对，你还出单曲。对对。对，那个主打你的声音，对，主打你的声音，主打也是老歌新唱，主打难听，找个比较大熟悉的。有没有推荐的歌？有推荐的歌，什么歌？游览车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不会跟我听来骑车，你不会跟我听来骑车，所以你还要入队，很适合你。游览车，游览车，健哥要帮我出吗？反正每一次唱都不一样。这个quality自己出就可以了。这个就是你在家里叫弟弟弹个吉他，你唱，然后手机拿出来拍一拍就是 MV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啊，你看那个腿太过分了，哎呦！哦，冲上去了，多少多少？五十七，五十几啦，五十七了，哎呦喂，六十三，哦，山里面没有这个哈，山里面，哦，哎呦那个腰花，哎呦，干什么干什么？哦，哎呦 ，friend 哦。哦！哎呦天哪，不用！哇 ！Oh my god！ 哇！端便当盒哎，那个芙蓉啊，芙蓉便当盒哎。哇 ！Oh no！